山口県周南市花粉症だと知らせるバッジを作る新しいコロナウイルスが広がっています花粉症の人の中にはくしゃみや鼻水が出た時に周りの人がどう思うか心配する人がいますこのため 山口県周南市は花粉症だと知らせるバッジを作りました。バッジには「私花粉症なんです」とか山口県の方言で同じ意味の「花粉症なんちゃ」などと書いています。バッジは周南市の職員が作って 先週から無料で配っています。とても人気があるので、最初に用意した300個は全部なくなりました。市は急いでまたバッジを作って、今月の終わりまで徳山保健センターなどで配ります。バッジをもらった、 70歳ぐらいの女性は花粉症なので周りの人がどう思うか気になっています。すぐに使いたいですと話していました。好大丈夫です。私はこの辺を見つけた。この辺は山口県の山口県の我口県の山山口県口山口県 修南市哈、哦，山口县周南市哈、哦。首先我们往路，我们来看一下这什么地方，位置大概在哪里哈？哦 y a m a g u c i k e n 哦，我们打什么？打这个位置哈？好、哦哦，好，那我们打这个位置，你就可以知道它大概在哪里哈？哦，那這里好。哦 这个日本本州北海道嘛，啊，这本州哈、哦，本州的最这个最屁股这里哈、哦，啊，再下来就九州，啊，这边下面是这个四国，啊、哦，所以山口线在这里哈、哦，有没有？山口县哈、哦，上面是岛根县有没有？西马内还有什么？广岛线哦，伊豆西马，哦，下面爱媛县，爱媛，福冈卡哈，福冈线，哦，大概大概位置在这里哈，让、哦、大家知道懂哈。哦 那我们来看一下三口的周南哦，周南哦，没有山口？三口那周南，周南在哪里？哦，嗯，好这边好，中、哦、啊，山口，三口县内的周南市在这里有没有？啊，这样子哈、哦，那我们再看过来哈、哦，所以三口县周南市开啡小打。 哦，打是四哈、哦，四花粉症，打是肯定嘛。偷是指前面、后面的其他 C 友是通知，所以通知别人说我是花粉症。八几奥兹克鲁哈，然后这个八九是徽章哈、哦，这个徽章叫八几，那兹库是制作哈，所以制作这个徽章、哦。那我们看一下，八几奥兹克，八级奥兹克鲁是诶别上徽章哈，来抄一下哈，八九奥兹克鲁是别上徽章。哦 哦，所以他们那个四宫所就做这个哈、哦，花粉症的徽章哈、哦。好、哦，啊、为什么哈？你看一下下面那理由还蛮有效的。阿特拉西 Corona virus 哈，啊，阿特拉西，新的 Corona 哈，Corona 就皇冠咳咳，我们国王戴皇冠那个冠叫 Corona，啊、哦、，virus 是病毒，所以什么新新冠病毒？啊、哦，刚刚是强调前面对象，对象是。 新冠病毒 h i d o g e n gas，伊妈死吼！好，这个 h i d o g a n gas，h i d o g a n u 是什么？自动词扩散，扩 <laughs> 散开来叫 h i d o g a n u 什么东西自己扩散开来叫 h i d o g a n gas？哈什么人？什么人去把它扩散开来？我们人去做什么的话，我们叫做他动词嘛。然后他动词叫 h i d o g e a s 哈，这种词叫 h i d o g a n g a 哈，什么东西自己扩散开来叫 h i d o g a n u 那去把什么东西扩散开来？去把什么东西扩散开来叫 hirogaru 哈。那这边是用 hirogaru 哈。那后面再加 t a i u u 是什么状态？哦，这个自动词 t a i u u 这個东西是什么状态？所以它是什么？新冠病毒在日本已经扩散开来的一个一个蔓延的一个状态。哦，kawashino h i 哈，然这个花粉症的人里面哈，哦，kushamiya hanamiya d a t o k i 哈。 好，这个 kusami 就是打喷啊哈 a 哈 h 啊，我们打哈琼，什么喷嚏哦。哦，那这个片语哈、哦，有有学过我的这个文化日本语初级二的都有学过哈。kusami、哦、就是喷嚏，kusami 加 d e i l u 哈，kusami 加 d e i l 这个 d i l u 是這种词，什么意思？喷喷嚏自己跑出来，喷嚏自己跑出来哈。喷嚏是我们人去，他自己跑出来，不是我们人生病，他这个。 人不由自主的那个喷嚏跑出来叫 k u s 加 i a m i ga d e l u 就这样，哦，OK，那、嗯，哦，那下一个 hanami 子哈，hanami 子就是鼻水流鼻水，hanami 子 ga deiru 哈，u, 什么鼻水跑出来就流鼻水，哦，喷嚏跑出来就是打喷嚏，hanami 子 ga d e i r 就是什么流鼻水，呵呵好，好就是、这样，好，那你 data 过去式哦，talk 的时候，所以打喷嚏出来的时候，哦。 阿妮、啊、是在在这打喷嚏、流鼻水的时候，马玛丽呢？哈，什么？玛丽周围哈，所以周围的人哦，刚刚强调是前面的对象，强调是哎、欸，周围的人都我 m o 卡，都是怎么样？如何 o m 是任为还是想？那卡是问他，哎，他们会怎么想？哦哦，我如果打喷嚏、流鼻水，外面旁边人会怎么想？心拍するけどがいます哈，还、哦、这个心拍是什么？担心哈、哦。 所以有人担心哈、哦，有人就担心哦。OK，有人就担心啊。那、啊、你说这个新拍食物是 i m 伊 s 这个 h d o i m 伊 s 还是整句主持说有人，那、啊、有人担心哦。说现在都是那个冠状病毒诶、欸。然、啊、后我我在别人旁边打个哦什么，这边还有一个咳嗽啊、哦，像我就一直咳嗽嘛哈。Siki ga de l u 啊，这个咳嗽可念 siki。 那撒克亚得就是咳咳嗽咳出啊就咳嗽啊、哦，所以我有咳嗽流鼻水，有没有旁边人会怎么想哦？想你是冠状病毒哦，我是不是会被人家抓走？抓去隔离有没有？抓去哈啊？o 能他们呢哈，可能他们哈，可能、哦哦、是这个哈，他、哦、们是因为哈、哦，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就放因此因此。亚麻库吉肯修南喜哇哈，在这个山口县周南市卡婚修打哈是花粉症。 报纸前面，西扎塞鲁是通知，所以通知说，哎、欸，我是花粉症哦、喔，八吉哦，兹克里马西达哈，所以他们要做这个徽章，就是我是花粉症，我不是，我不是什么，我不是 Corona virus 哈，我不是冠状病毒哈、喔，我也不是那个，这个，n 呼噜啊，这个，哦、喔、打错，n 呼噜 n 哈，看、喔、一下，n 呼噜 n 咋哈，n 呼噜 n 咋，这边写错，好。 这个 influenza 是流行感冒哈，流感我们中文叫流感流行感冒 influenza。好、哦，那 influenza 你前面如果这个头里，头里什么？头里是鸟哦，那就变成什么？鸟流感哦，鸟流感就是那个鸟会得流行感冒，我们叫禽流感有没有？所以 influenza 是流行感冒啊，头里 influenza 是鸟流感哈，那、哦啊、你流行感冒严重的话会变成海 i g h 就是肺炎。 哦，OK，流行感冒如果严重，它就会变肺炎，尤其是奥托 o 尤 i 哦，奥托西尤里就是老,就,老人家、哦 o、就是老人家哦，奥托西尤里就是老人家哈。哦，我爸去年就是哦，刚刚死了一整年哦，他去年就是他得流行感冒，去带他去医院看病，他他好像就是哦，他就得流行感冒哦，然后后来就严重要变肺炎，然后肺炎一下就走了哦，所以老人家。 如果听到得肺炎的，大概就大概就走了，哦，生生存几率很低。可是年轻人得肺炎的话，大概死亡率才一两成而已。哦，这些数字好像这样，我之前看那个哦。所以了，年轻啊，可能还是五趴六趴，反正很少，对不对？所以年轻人得肺炎，你会觉得好像没什么。可是老人家一得肺炎哦，<coughs> 就是他的死亡率就很高哦。所以他这边就做这个徽章哦，做这个卡芬修哦，做卡芬修的徽章。 哦，花粉症的徽章哈，就是跟别人讲我是花粉症。啊，什么是花粉症？花粉症就是，就是现代人的文明病了哈。我之前教的一本课本哈，哦，就是来学日本语哈，中上级哈、哦。我记得是来学日本语中上级，他有讲到，他说花粉病不是真正的疾病。他说日本的花粉病是哦，因为他的原因，他是说日本人现在日本人有洁癖。 哦，他们对给那个小孩的东西，什么都要消毒。哦，消毒药水哦，什么衣服要消毒，鞋子要消毒，什么房间要消毒，什么都全部都要消毒。就你一直消毒，一直消毒的时候，你身体里面的那个什么免疫力哈，manaki 力哈 m a n 哦，你身体的这个 m a n 免疫力就变弱了哈。哎，还有那个白白血球哦，因为那个。 白雪球是要攻击 <coughs> 外面来的这个 p s i n g 有没有啊、哦、你看你抄一下啊、哦、p s i n g 是细菌哦他们刚才讲什么 we lose we 是病毒哦哦你身体从外面进来细菌还是病毒那我们什么会去攻击它哦 c kids k h a c kids k q、哦。u 我记得叫白雪球叫 h a c kids k q，是不是哦 等一下，他格子，哦，他格子 Q 哦，哈哦，他哭哦，他哭哈，我打一下哈，他哭，格子，Q 哦，好，白雪球要去攻击什么？哎，啊 <coughs>，我们也常常听到人家什么日本花粉症，花粉症，那花粉症到底是什么东西？有没有？哦。 我们身体里面有那个免疫细胞嘛，好、啊、像是白血球哦，白血球好像会吃那个细菌嘛，好没有？好，我们看一下。好，白血球叫什么？H K Q 哈、哦，好，那个后面那个血有粗音的哈，所以我刚才打不出来。白血球叫哦，H K Q 有没有？原本这个原本这个白叫做哈哭，音读。原本这个白叫做哈哭，K、Q, 啊，血叫什么？血的音读念 K 字。Z 那、啊、球的那个音读念什么？Q 哦，球的音读是念 Q 哦，所以原本是念 haku k 子 q，但是但是日本人觉得啊这样太难念了，所以就给它音变哦，就把它音变变成什么？变成 hakuq 哦，白雪球变 hakuq 哦，抄一下哦，再讲一遍，原本白雪球叫原本白叫 haku 啊、哦，雪叫 k 子啊，球叫 q，但是后来音变变,變。 hakaku 哈变 hakaku，他把这个枯跟这个汁给出音掉了哈 h a k a u 好，那我们刚才讲到说什么？白血球它要攻击侵入身体的什么病毒啦、啊、细菌啊，但是后来是因为什么？哦，那个那个我是讲那本书哈，因为我也没有医学常识，那本书是这样写，因为日本人从小他们一个调查，为什么日本会有这个花粉花粉病哈？那、啊、为什么国外人都没有？因为日本人他们有洁癖。 然后小孩子一出生，哦，以前在农村的时候没有，后来大都市，然后进入那个什么工业，就是什么人口往大都市集中嘛，然后有很多那什么杀毒、杀菌的哈，有没有？然后搞一大堆什么卫生的，就变成身体怎样？身体就细菌、病毒进来的越来越少了哦。那个小朋友身体细细菌、病毒进来越少了，所以这个白血球就怎么样？白血球就没事做，哦，那白血球后来就什么？踢嘎酷鲁哈。 Kya c r u 这个是片语，是发疯的意思吼、哦，发疯。哦，好，K 是指人的精神 c r u 是哦就坏掉还是疯狂啊？Kya c r u 就是发疯，所以他因为他没有敌人可以打嘛，没有那个细细菌没有进到身体里面，然后他没有那个细菌可以去打，所以白雪球怎么样？他就他就发疯了啦，白雪球就变得怪怪的，然后他就他就变得去攻击什么 <coughs>，变成说花粉。 你日本人们种很多树，树会有那个花粉嘛？花粉在那个空气这样飘，就那个花粉吸到人身体里面的时候，有人就开始去攻击花粉。那你攻击就去打花粉嘛，后来就是死掉很多白血球什么的，然后就开始流鼻水来干嘛的这样子，哦就打喷嚏。所以所以花粉症它其实是一种人类的文明病哦，它不是它不是懂吗？哦，所以它不是它不是感冒，它是一种过敏，它是一种阿勒鲁基哦，它是一种阿勒鲁基哦。 还一种，还是一种阿雷鲁，阿雷鲁可以过敏，它是一种过敏，有人对花对花粉过敏，然后他就一直打喷嚏流鼻水，因为因为白血球它没有的，没有东西可以攻击，还是身体里面跑进来什么异物哈，那个什么花粉，它就去攻击花粉，哦，所以这就是花粉症，哦 <coughs>，康恩秀的这个由来哈，那我看那本书是这样写的哦，那其实这是一个调查啦，哈，这是一个调查 <coughs>，所以说就是有人去研究说。 为什么以前日本古时候没有花粉症？那为什么后来最近这一二十年很流行，二三十年很流行花粉症？哦，就是因为他们过得太干净了哦，然后太干净，然后哦，就你就想成那样哈。譬如说，哎，白雪球你可以想成是那个警察哦，然后坏人很多的时候哦，警察是军队啊，然后坏人很多的时候，土匪强盗很多的时候，警察跟军队他要去干嘛？ 他要去，他要去打这些小，他要去抓这些小偷啊，他要去打这些呃强盗啊，哦、有没有？但是哪一天天下太平了，但有没有？那警察嘞？警察,警察哦，他没有东西可以做，他警察开始怎么样？哦，收贿啊，乱来啊，然后欺负老百姓啊，有没有？哦，好像有点是这个状况哦，这是我的比喻啦，哦，不是很恰当哦。如果有的学生是有警察的，请不要那个哦，不要生气，这是我的比喻哈。啊、哦，因为我的，哎、欸，我是这样想哦，我是只哦，但是类似这样，就是。 原本它，他他哦，这样，好那所以他的花粉症它，他他不是那个不是感冒哦，花粉症是一种过敏，是这样来的，他对花粉过敏，因为花粉本来就不是我们里面的那个什么免疫系统要对付的东西嘛，可是后来免疫系统没事做，所以它变成说花粉进来，它也开始去，好，所以它会打喷嚏流鼻水哈、哦，哦，OK，好，但是巴吉尼娃哦什么，在这个徽章哦，在这个花粉症的徽章哦，啊，达西。 开分休那 days 哈，还、哦、有 n days 是强调哈，n days 是强调，没有讲过吗？那你名词加哪加 n 嘛，啊、哦，这个讲过哦，OK，哦，名词加哪加 n，这是个音变，有没有？toka toka 是什么之类？什么啦？什么啦？说我是花粉症啦，哦 y a m a k u j i k e n n h o g a n day 哈 h o g a n 是方言哈、哦，就是在山口县的方言，哦，日本很大、哦、日本很多方言。 日本很大，日本有很多方言。好、哦，オナキイミノカフンシュ那都，哦，那都是等等的。偷是指前面，开イデイマス，カ一デイマ是写着哈，斜的哈。所以他说什么？他说你这个，哦，他这边这个什么？这边是カフ修シュウナンジャ哈，カフンシュ是就是、就是、他是个什么？他是那个山口县那边的方言。 那 Onagi Imi 它是什么？它有同样的意思，就是 s h o 我是黄本正 <coughs>。哦，那到等等的透视纸面开一点这个哦，OK 哈，这个、哦 okay, 哦這個、上面的 t a y 如是状态啦。哦，那前面卡库是写，所以他写着说我是黄本正啊。然、哦、后、哦、为什么？因为刚有讲嘛，你现在那个疫情，日本疫情这么严重啊，没有？ 啊、哦，之前一天还最多还三千人啊，四千人、五千人，哦，感染一天、哦、那么多人哦，然后你这边打喷嚏，人家误会你啊，你你是不是那个有没有？哦，你要被通报被，会被被抓走，有没有被隔离，有没有？好、哦，所以所以就什么，他就给他们就做这个徽章，哦，就说，哎，我是我是花门镇打喷嚏哦，流鼻水哦，你们不要误会哈、哦，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得那个流行感冒，我不是得这个新冠。 新冠肺炎吼，哦，八吉哇，周南市喏，社区应该这块地，好，啊，这个八吉是徽章，那徽章是这个周南市的这个施工所的职员吼、哦，他们做的。先修卡拉哈，卡、哦、拉是从从上个礼拜母牛 day 哈，母牛 day day 使用哈，母、哦、牛是免费，所以以免费的。库巴 d a y i m a 库巴鲁就是去发给别人哈，库巴鲁这个意思是发给别人。 好，所以他就免费的去发给别人。好 t o d a y m o r Ninki g 的阿努诺德哈，诺德、哦、是哦 <coughs>，因为啊，Todemo 是什么？非常哈、哦，因为非常是有非常有人气啊，人气就是受欢迎哦，非常的 n i k i 阿努有人气，我们中文翻译受欢迎，因为非常的受欢迎哦，英文叫什么？popular 是不是？Cai Xiu n You Yi Shi 然后这个 You Yi 是准备。 但这个赛修就是哈基梅哦，就是哈基梅得哈，一开始哈，哦、<laughs> 所以一,一开始所准备的三百颗口哦，好，我们日文可以用几个的话，可以用只，还可以用口嘛，哦，一口，一口就是一个，哦，一多字一个哈、哦，这是我们五级考的啦哈、哦，这个两个有什么差？两个都是中文就叫一个嘛，有什么差？哈、哦。 你如果是讲这个一口、一口、三口哈、哦，你如果是讲这个口的是比较偏圆形状的东西啦、啊，啊，你那个你那个徽章是圆的嘛？那、啊、你如果讲这个许多字，不大字哦，你知哦什么？就是它它比较不是它比较不是圆形的啦，不是圆形的几个啦哦，我们中文的几个，那有分什么圆形还不圆形的没有？ 但日文的几个哈、哦，这个一口、二口、三口，你知道后面这个口的，就是比较圆的，好、哦、像什么球啦，还有什么哦，米糠、米糠哦，橘子哈、哦，什么柳丁哦，那些比较圆的，他们就讲那个什么比较哦，讲那个口这样子。好、哦，你讲太多话，一直咳嗽，嗯，职业病。哦，好，那你看这边哈、哦，所以它是什么三百个口哈、哦，三百个哈、哦，所以一开始说。 又以又以又以准备，那又以是打过去式，然、哦、后准备了三百个。z e 那库那 a k 是打那 n i 哈 n a k 我就没有了哈、哦哦。那 z e 是副词全部，所以全部就没有了。为什么？送光了嘛？为什么？日本人很怕别人讲闲话，很怕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他们的一个民族。哦，日本很在乎别人的想法，然后在乎到很会很害怕，他很怕别人怎么想他们。哦。 OK，那我是完全相反，我是完全不管别人怎么看我的人哦，那日本完个性是完全相反，他很怕别人对他们的评价哦，因为他们是那个团体动物，<coughs> 他很怕哦，这个人我们要啊，这个不努努不努力工作，有什么游手好闲，干嘛干嘛然后、哦，那个他们很怕别人就讲啊、哦，这个人都不合群啊，这个人都怎样，他们怕别人讲这个吼，哎、哦，所以他别这个嘛，不管不管他有没有好癌症，他都要别这个，因为怕被真的打喷打喷嚏便被那个。 就去，希望一收一得哈，然后一收股一收股是很快哈，很急哈，一收一得变退休，所以这个施工所就很快。马塔马塔什再来，八级哦，这个得好吗？再来就做，再再来就做这个徽章哈。那马塔是又还是在哈？那你这边翻右啊，右做这个徽章，又做这个徽章。空格子呢？欧阿里马得哈，还要到这个月结束，就是这个月底啊。哦，好可以。 哦，月底叫什么？g 给芝麻籽哈，然后、哦嗯、就叫月末哈，叫、哦、月底哈。e t 芝麻籽哈，月底哈。我妈得是到到这个月底是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号，今天是二十号嘛，明天我生日哈。那哦，那、哦、到这个月底有没有？那到这个多库亚马霍肯圣塔哦，德山保健中心那朵地哦，那朵。 等等的 day 是在，在这个德山保健中心到这个月底为止哈、哦，库巴利马斯哈，库巴鲁日嘛分给别人哈，会去分给别人，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哦，如果你住日本，你有需要的话哦，一般都你可以飞到这个这个地方哦，去拿哦，OK 哦，巴吉哦，莫拉达哈，啊，莫拉乌是拿哈，所以拿到这个徽章的哦，那那就塞库拉伊就塞。 好，七十岁左右的女性，哈，那我们说他新闻该写什么？奶奶就代，哈，好，多少代就是几十岁的人哈。那你奶奶就代是什么？就七十几岁叫你奶就舅哈，可能七十一岁到七十九岁叫，哦、嗯，什么？那如果二十几岁叫什么？你就代。好，那我这种四十几岁哦，我是四开头的，哈，那叫用就代，哈，用就代，哈，OK，哈，哎，所以七十岁。 的人就是，那那就大喏就生啊，七十几岁的女生哈，卡婚少那哈，啊那是因为哈、啊，那你名词加那加喏得哈，这个，啊我讲过很多次哈，那、啊、因为是花粉症，因为我有花粉症，妈妈你哈周围、啊、的人，哈，都欧某卡，都如何，欧是想，卡、啊、是认为，后 k i n n 那得是 k e n y 那我是很在意的、啊。 很在意，很注意哈，就听你那卤哈，听你那我就在意哈，我很在意别人怎么想我哈，怎么认为我哈，然后他就，他说我有花粉症，我这边打喷嚏打菌的时候，我很在意别人怎么想哦、喔，你们会不会想我是那个冠状病毒哈？然后在我就什么整个村子人就对我指指点点啊，他家是那个老人家有冠状病毒，我们要远离他哦，我们要远离他，我们要隔离他，我们要哦、喔，我们要哦、喔，我们要报警把他抓走哈。 哦，是古尼，是古尼了，oh, 就立刻只开一代解锁，然后只开我是使用啊，动画叫太子响，所以他立刻想要使用这个徽章。好，然后，哦，那边现在全世界都很怕啦，就是我很怕前两个礼拜前桃园大流行，有、哦、没有？那个桃园嘛，哦，然后讲桃园大流行啊，那个医院啊，神桃啊，然后大家都很怕神立桃园医院啊，然后。 你台湾人抓到外县事情都很怕被人家抓走啊，很怕被人家指指点点怎样？好，就这样。嗯，好，那这一篇就讲到这里哈。嗯，好好，OK，好，好，看一下，挖苦字哈。啊，你现在看到这个字哈，好，好是这角我你看一下。 好，这个挖苦剂有没有？挖苦剂，挖苦剂就是疫苗。好，那现在全世界，现在全世界探讨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啊，接种，接种好像谁修是不是？啊，接种就是打疫苗嘛。现在全世界都在抢疫苗，全世界抢疫苗。啊，听说疫苗是有效的哦，全世界都在抢疫苗。 好，那上个月我跟日本朋友聊天，他们说他们日本也没抢到疫苗啊，可是现在好像抢到了哈，已经日本好像抢到疫苗了，然后现在在讨论这个啊优先顺位哈、啊，我们看一下优先顺位，好、啊，优先应该叫优先哈优先，啊，没、啊欸、没学过，你猜这个汉字也知道啊，优先 s e c i a u 哈优先先接走，啊优先啊。 哦，它这个顺位就是那个，就是因，哦，那个诶、欸，跟中文一样，就叫顺位哈，距离哈。好，现在疫苗是抢到了，但是，啊、哦，现在很多国家疫苗是抢到，但是谁先打，谁先打，因为它不是，如果我们台湾两千两千三百万人，如果我们抢到一亿只疫苗嘛，那一个人可以打平均打四五只，那就不用不用抢了嘛。但是我们现在好像。 才抢到几百万只，所以是不够打的。所以不够打的话，你要让老人家还有小孩先打，因为老人家跟小孩哪个哪个族群的死亡率比较高，那就要让他们先打了。哪个族群的死亡率他得了就很容易死的话，那就老人家嘛，老人家老人家得肺炎就很容易就那个了嘛，就聚聚了嘛。哦，OK，哦，所以你现在看下日本新闻，他们就在探讨这个谁先打，但是老人家就是这边写哦，医疗从事人员先打了哦。 因为医院，医院能先打嘛，然后老人家嘛，然后再小孩嘛，哦，那成年人最苦命了、啊，成年人要工作要赚钱又不能先打哦。好，就这样，那今天就上到这里哈，拜、哦、拜，阿姨。